E T N 强化版 M Q 手机串流报价服务，股价自动更新。革新功能包括全城聚齐 I P O 暗盘、资金流向、券商持股比例、瞬间捕捉板块轮动。每月只需八十八蚊，加送五十蚊超市现金券，即刻申请啦！ 大家早晨，寻晚美股嘅表现可谓系惊涛骇浪啊！我哋睇睇先，港股寻日收市时候，即系话下昼四点半啦，咁就系呢一个位啦。跟住咧就本来波幅唔大嘅，先升后跌，突然之间一下急升，咁就去到晚上十一点三个字之后咧，就去到全日高位啦。跟住第一下急挫。 大幅反彈，再急挫而第下、二下嗰、那個第二下嘅跌浪咧，就係、是、個跌幅咧係比第一下明顯大嘅。而家就喺個低位度誒、呃、掙扎緊啊！嚇咁啊，之前個低位跌穿咗，咁今朝早港股嘅形勢，如果咁樣睇咧，就唔方靚啦啊！咁啊，除非佢自己有自己本身嘅能力咧，咁呢個本身嘅能力抗跌能力，咁應該係。 要睇上海、深圳股市啦，咁大家及住個波。我哋睇呢個嘅港股，尋日收市嘅時候，五大指數嘅真正變動率全部都暴跌嘅，跌幅咧唔算大，零點二八個 percent 至到零點四六個 percent 不等啫。成交金額比率啦，國企指數成分股就係略為高過恒生指數成分股嘅。 咁呢兩個咧都係比二十天平均數咧係差唔多嘅比較啊，恒生指數咧就係低少少，但國企指數就高少少，依然咧就個增持激烈啲。國企股市場面，國企股市場邊個增值持激烈啲？科技股市場裏面就點咧？ 個成交金額比率都唔低啊，廿七點七個 percent，高過廿天平均數嘅廿四點五個 percent，大家要繼續留意啦。再睇現貨主板市場啊，未講住，講呢、這個先。講尋日港股收市嘅時候，美指期貨報四七零七點七五，跌咗零點二一二個 percent，啊，比美指期貨差唔多咗，係。 輕略為偏高就紅籌指數，其他啲都係差唔多，都係持平嘅啫，啊零點零幾嘅 percent 嘅高過低過都係。現貨主板市場啦，非散户主動買股比率收市個五十六比四十四，略高個平均五十五比四十五，就代表呢個嘅上升動力都係誒誒叫做唔錯嘅，係講緊嗰個主動買盤啊，即係主動掃貨嘅情況啊。 而資金正主動買入有成七十億，接近高過平均嘅六十六億，佔總成交金額係五點四一嘅 percent。全日嘅加成交就縮減到一千二百九十二億，比上比上個星期五啊低嘅賣空金額比率連續兩個交易日下跌 17,，跌到十七八點七七二嘅 percent，就依然高過平均嘅十八點三九四四個 percent，但亦都反映出咧，誒嗰啲衍生權證啊、牛性嘅。 發行商就冇咁大嘅需要入去賣空一啲股票嚟到為自己誒、呃、賣出咗嘅認沽權證同埋紅證，主要都係指數㗎啦，去做對沖啦。咁亦都反映出啲資業炒家咧，就做淡嗰啲人就唔係好積極部署啫。科技指數期貨日線圖喺個保利加通道中軸度上下穿梭。 咁又冇乜方向感嘅，咁究竟由呢度跌到呢度嗰跌浪跌完未咧？唔知 SAR 支持继续上移，而保利加通道中轴咧暂时係一个嘅阻力嚟嘅。RSI ST ST、STC、STC percent K 跌翻去 percent D 下面，咁又唔理想嘅情况 MACD 切记发出牛熊光信号暂时仲係好嘅。咁睇一個好，两個好，三個弹形勢。 係偏淡嘅，好淡大户國力情況，加權收市位同成交量配合分析，恆指期貨尋日係跌同埋跌，跌市之中成交縮減，咁即係沽壓唔算好大啦。但係國指期貨咧就升同埋跌咯，升得嚟但成交就唔配合。TWI 個指標，恒指期貨係負三同埋正一啊，係明顯跌嘅過去五個交易日。 成交都係叫做配合嘅，國指期貨咧就係、是、零同埋正一，即係冇乜方向啦。偏離值，恒指期貨跌到負七七零，70, 國指期貨略為回升到負二七三，咁啊反映出尋日國指期貨表現咧比恆指期貨係好嘅。加權平均偏離值負二點三二五 percent 啦，恒指期貨係國指期貨就負二點七七八 percent，變動不大。 咁就誒、呃，未來一兩個交易都係牛皮偏軟或者牛皮偏硬居多。恒指期貨曾經係跌市，國指期貨係跌市，走勢都差唔多啊，係嘛？差唔多。恒指期貨、國指期貨、科指期貨都係差唔多，都係跌市。啊，好處就係、是、恒指期貨呢個低位比呢個低位明顯為低，國指期貨都係。 科斯期貨咧唔係嗱，唔係唔係代表佢佢好強喎呢度，亦都、啊、可以話一開佢嗰下已經跌得好犀利喎啊！咁啊兩兩個睇法，呢啲開開市好下冇跌咁犀利係嘛？咁啊總之全部都係跌市啦。兩個月份合約合計都未平倉嘅正數，恒指期貨係不變，國指期貨係增加，科指期貨不變啊！咁啊，由於科指期貨嗰兩個月份合約合計嘅未平倉嘅正數啊，縮減就得翻二萬六千幾張，所以呢、这個。 誒分析結果一樣，分析結果喺科技股戰場上邊咧，你只可以俾六成嘅六成至六成半啊嘅信任程度噶啦，個可靠性啊，不變，減少不變，跌市全部 OK，不變，即係話咧喺呢個嘅藍籌股市場同埋科技股戰場上邊咧，嗰啲誒。呃 外資大戶啊，同埋科技股嘅大戶啊，淡友開新窗逃離嘅同時，好友喺度平舊窗計數。啟示今日藍籌股、科技股都係反覆再跌嘅。國企股咧就係、是、增加喎，增加咧就唔靚啦。中資淡友大戶尋日開新窗逃離，啟示今日國企股咧係持續再跌。咁今日嘅市就初步睇就唔係咁樂觀嘅。 即係唔好話，淨係睇美股尋日美資期貨啊，美股尋日收市前嘅表現啦。整咁睇頭先呢个個嘅期貨未平初有分析法嘅結果咧，都知道唔係咁理想嘅。特別係小心國企股嘅下跌動力。所以真又睇住內地股市表現啦。一間三十三個行業裏边資金正主動賣出嘅行業裏边多咗嘅咁啊，最不過最顯眼都覺得都唔係好多啫，一億七千幾萬醫療保健業。 反而咧，資金正主動買入多嘅咧，汽車業有成二十億五千九百萬，嗱二十億啊，好好少話多到多到咁多嘅嚇，十億我已經少見啦近來。咁啊，另外咧，軟件服務八億六啦，酒店及餐飲及休閒業就五億一啦，工業 2, 就四億二啦。咁呢啲就係誒資金流入多啲嘅。啊，呢個仲有電器及誒。呃 消閒電子產品業係有三億四啊，咁啊留意呢啲板塊啦。如果你係睇個市升嘅話，五百尺恒生作指數成分股資金正主動買入最多嗰只接近八億，係比亞迪股份啊，升到上三百一十八個二啦。咁啊，跟住咧就誒有阿里巴巴啦六億五，而信義光學科技都有四億八嘅頭十位咧，有八隻升，兩隻跌跌嘅阿里巴巴同 Bilibili l l。 誒，問、um, 我先看看。如果係升跌幅咧，跌得最多 Bilibili 啦，十點四七八個 percent，寫唔入啊。另外升嘅長城汽車八點一個 percent，順義光學科技七點七個 percent，比亞迪股份五點七個 percent，呢啲都係誒升跌幅最為明顯嘅。時代電器升咗八點九個 percent 啦，夠五個 percent 嘅仲有就係金豐利業。 五点零七嘅 percent，如果比对五我加日前嘅收市位够50，够五十个 percent 嘅跌幅有两只，阿里巴巴、b i l i 哩哔哩，诶升幅咧就有一只长城汽车够十 percent 讲啊，就两只时代电器，三只晋丰利业都系头先提过嘅，睇嗰个主动买高比率够六百五比三五嘅有冇？ 頭嗰五位係冇嘅，跟住嗰五位係有一隻、兩隻、三隻。時代電器、斯摩爾國際、禁豐企業係連續排喺第七、八、九位呢三隻都係夠六五比三十嘅。咁我哋睇睇啦，佢尋日嘅低位咧分別係四十八蚊啦，即、就、係、是、時代電器啦嚇，三廿九個一就係咁，斯摩爾國際啦，一百四十五個四咧就係金豐企業啦。 都係可被視為即使仲要支持位嘅，但係睇一睇個收市位高唔高個加權平均價先。咁全部都高過嘅，咁啊應該都、呃、比較上可靠啊啲支持位。量比一隻夠三倍嘅就係、是、Billy Billy，咁啊增持非常激烈，喺五百三十二個半同埋五百八十四之間。咁最後收市位咧係依然係高個加權平均價，咁即話咧買家都成功。 收復咗失地嘅，啊整體嚟講，即唔係計個股價，即成功將嗰個收市位拓翻去加權平均價上面，令大部分嘅買家或者整體嚟講咧，買家咧收市成六六得帳面利潤嘅。咁啊，不過佢嘅主動買股比率誒六啊一比三啊九啊，呃、39, 就冇頭先咁靚啦，但都係靚嘅啊，代表五百三十二個半前邊咧就數貨積極嘅。 擺落我的專業中嘅分表，誒分析表裏邊咧，表現最好嘅係及信信義光學科技，第二日，比亚迪股份，第三日，長城汽車。咁啊，翻去全頭睇啊，信義光學科技主動買高比率六十比四十都唔錯收市位高嘅加權平均價。誒、呃，跟住咧就比亚迪股份，亦都高嘅加權平均加平均價好多添啦。咁啊，主動買高比率接近六五比三五嘅，咁啊代表三百蚊嘅關口咧。 都係誒支持力唔錯嘅，長城汽車亦都收市位高嘅加權平均價升幅就好多，主動買高比率亦都接近五比三五嘅，就代表三啊四蚊呢個關口支持咧都可靠嘅。好一今日同大家重點分析嘅股票咧，將會係網易啊，網易咧而家係一個好強勢嘅股票啊，喺呢個短中期啊都好強勢嘅股票，咁佢尋日就衝到上去一百。 八十八個九咁啊，係近期嘅一個高位啦。咁啊上邊咧就應該睇個樣咧，就想試呢一個位噶啦，喺一百八十九個八毫五先八嘅呢個高位嘅阻力噶，企唔企得呢個高位阻力上邊先至係重點。誒、uh, 指標 RSI 翻到佢嘅五天平均線上邊。 STC percent K 仲未翻得到 percent D 上邊，差啲，所以只係四好一啖啫，並唔係並唔係顯象好，只係向好啫。咁就仲要係睇睇企唔企得保駕交通到頂部上邊。咁啊，尋日咧就唔得嘅，收市仲要係一支嘅陰足添。咁啊，都有啲阻力啦，呢、這個呢、這個關口啊。咁啊，最好就係呢幾個交易喺呢個關口下邊。 整固下，跟住一衝冲衝冲上去企穩喺上邊啦。咁能唔能夠成功咧？咁大家要睇住啦。咁如果我要短線投機買上去嘅止蝕位擺喺邊咧？唔使講啦，一定係呢個低位啦，係咪啊？啊，咁擺呢個低位上邊望幾多先夠直播落咧？一陣詳細先，一陣詳細同大家講。咁我呢度已經講咗呢一個啦。咁啊，今日呢張圖咧就整錯咗啲嘢。我其實我呢度應該好似平時咁，就俾嗰個嘅誒。呃

資金正主動賣出排第十位啊！我哋講緊五百隻恒生綜物指數成分股得之內嘅。咁第一隻要同大家分析嘅係中石化三百六。三百六，尋日咧資金正主動賣出多嘛，跟住就一下就係急挫，咁啊錄得一支音足。咁你望往望，由呢度一路跌落嚟啦，可謂一浪低一浪啦，到而家咧仲未完結嘅呢、這個一浪低一浪，咁就非常之唔靚啦。 非常之唔靓之餘，尋日最低位係見過三個六毫一，而三個六毫一咧係比呢度之前嘅低位三個七毫二咧更加低嘅。啊，呢、这個三個七毫二呢，隔離三個七毫三啊，唔使睇啦。咁呢度就三個六毫九啦，三個七低嘅完，原來唔係，原來唔係三個七毫二最低嘅，肉眼望錯嘅，係應該呢個先係仲低，三個六毫九啊，冇錯啦。咁即係話咧，尋日嘅收市位三六二。

三個八毫六上邊企穩先至前升浪頂啊嘛，先至叫做扭轉呢個一浪低於一浪咁嘅向淡形勢嘅，咁啊呢啲咁嘅股票就唔好掂啦嚇，短線投機唔會掂啊。咁至於繼續跌幾多咧？咁啊應該你由呢個低位三個二毫零先八就度到呢個高位係四個。

咁亦都係差啦，咁亦都沉埋陰足啦。不過咧，就望埋去就比誒剛才即係三八六咧就好啲嘅，因為咧佢就冇再跌一個新嘅低位。咁、嗯、暫時最低咧都係上個星期五嘅十五蚊啫。咁十五蚊呢個位咧就叫做守喺誒呢一日嘅低位，十四個九毫六上邊嘅仲係。但如果十四九毫六六一穿咧就麻煩噶咯。點麻煩咧？到時就會你睇呢個高位。 二十個二毫半跌到落去十個九毫六，咁呢個跌幅自己計咗之後，由呢度揀十九個二毫六，即係一倍啊。A、B、C 咁你就會計到两度跌幅。咁我就咁望埋肉眼咧，大概呢度到啦，啊跌到呢呢度啦，呢度到啦啊，咁就、呃、麻煩咧，就會再跌多少少啦。咁跌多少少唔係代表跌到唔係代表唔可以再跌喎，要點啊？要翻上去呢個嘅十。 四個九毫六上邊企穩，先至叫做跌勢轉定喎。咁所以咧，指標全部全部離淡，咁亦都係不宜纖手啦。短線投機嘅朋友啊，呢只第三隻咧係安踏體育。安踏體育嘅日線圖咧就好很多嘅。咁雖然佢尋日六筆資金正主動賣出啦，金額都唔細啊，但係咧佢由呢度開始。 由呢個低位一百一十六個二開始嘅升浪咧，都幾穩定嘅中途係有調整嘅，調整幅度不大嘅。咁而家即係繼續慢慢慢慢咁反覆升緊嘅。咁暫時最高就見過一百三十八個八。咁尋日同上個星期五咧都係一個整固，即使嘅整固低位一百三十四蚊。咁啊，仲大家仲要睇埋呢個位，就係、是、呢個高位一百三十四个七，一百三十四个七咧。 尋日收市係一百三十六個半啊嘛，咁啊最好咧喺未來休養交易日就守穩喺呢個一百三十四嘅七上面啦。咁啊市咧仲會有機會升上去嘅，即係仲有較大機會升上，去。升幾多咧？咁你就喺呢個低位一百一十五個九升到上去。頭先我講過嘅一百三十四嘅七，睇下升咗幾多。咁肉眼望一點六一八到晒啦，咁我會同你計二點六一八。咁如果二點六一八倍就呢度篤起啦。 就呢一個低位一百一十六個二啊，啊應該係一百六個二冇錯啊，一百一十六個二度上係二點六一八，咁肉眼望都好似幾接近喎，所以咧暫時嚟講再升嘅空間咧應該就唔大嘅，亦需要先誒需要一個回吐跌翻落去呢一個嘅一百三十四個七前面啊，唔好低過啊，千祈唔好低過，咁先有第。 另外一下嘅升浪再冲上去，点解唔好低过咧？因为我假设呢个系一浪、二浪、呢个三浪、三浪，再跌到四浪，四浪嘅底系唔会低过一浪顶噶嘛。啊，咁记住话咁啊，再升一下点啊？再升一下咧就利用翻五浪嘅流动升幅目标计啦。咁大家就诶、呃，以前都讲好多次点计，咁呢度唔讲啦。一因为都未开始升，咁啊，大家自己计啦，或者有机会我会再讲啦五个指标方面咧。 S T C 同佢嘅五天平均線就黐埋黐埋一堆嘅，不過咧就高過個平均線，所以咧指標五個都係利好嘅。咁剛才三隻股票之中咧，係唯有呢一隻係值得短線投機啫。但係問題係已經升到呢個位咧，個直播率就低咗啦。咁誒、呃，如果你話一定要搏埋三，可能仲有少少。我唔知道有冇我哋計一計二點六一八啊，就算有都係得好少少嘅直播率，應該就唔好夠嘅。你反而。 有嘅升咗上去，再跌翻落嚟，完成咗個四浪之後，喺個四浪底形成嘅前後時間先去買博個五浪啦。將個指示位擺喺一百三啊四個七七一浪頂咧，咁嘅直度率就會仲高啲。當然個條件係到時啲指標都起碼有三個利好啦，五個之中啊，咁啊最好係四個或者五個啦。好咁講晒三隻簡單分析股票，最後咧我係講誒。呃 美指期貨啦，咁美指期貨咧，睇張圖先，誒、呃、都係喺個反彈嘅高位附近徘徊，而家就整體嚟講咧都係弱噶，咁你起碼都比尋日前日大部分嘅時間，因為主要成日啦，咁都係低嘅，偏低咁嘅形勢都係好麻麻，形勢好麻麻，我哋睇下我哋五大指數嘅合理值喺邊先，而家咧。 係喺誒咁，但、呃、合理值喺呢度。恒生指數咧係二四七三九嘅啫，二四七四六而家跳咗啊，二四七四六嘅啫，係跌二百零五點嘅合理嘅。咁我講過啦，佢形勢不妙啊嘛，咁所以我形勢不妙，我就點啊，都唔好奢望到第一個即使仲要阻力位啊，奢望我用兩個字留意下。 你要睇实第一個即市重要支持位，甚至乎有心理準備要退守喺第二個即市支持重要支持位附近，咁就係一個合適嘅應市策略㗎。好，咁呢段投資應該分析到呢度為止啦。多謝各位收睇。 专业版 HV2 股票报价系统，帮你洞悉大局，捕捉投资先机，即刻申请啦！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立即赞好、订阅同埋 follow 我哋 ETN 所有嘅平台。投资路上，ETN 同你一齐并肩作战。